达士神父。谢谢谢谢大家。哎呦，看你们真的是，知道吗？一整天坐着听，真的很辛苦。但是你们还愿意继续坐下来，我好感动。我本来是从后面要跑过来，就是一边走一边跳舞的，因为刚才有一个姐妹，她就问，她说：“神父，你推荐什么书我要买？”我说：“我推荐这两本书，叫做什么呢？那个《托拉中的妇女》，还有《福音中的妇女》。”我说：“我要推荐这个，我们要看看。”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的妇女们，她们扮的怎么样的角色？我说我也想要去研究。那因为我说我想要去研究，有人就说好，把这两本书送你了。我说真假的？是真的。好，谢谢，我就有这两本书。好，好，感谢天主。好，我们今天早上就讲了，我们说王内跟王外。刚才的今天下午，刚才我们看到了王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跟天主圣言要有深度的相遇。我们透过这个协主读经。那下午呢，我们要王外。那这个王外呢，这一次呢，我没有讲义，但是是属于分享。要属于分享，我们要去服传。服传，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早上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教宗也再一次的以福音的喜乐告诉我们要去服传。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了一点点，教宗跟我们讲，他说我们所有的教会里面的结构，从主教公署，从公署开始，我们应该把这个结构当做什么？服传的工具，服传的工具。我们教会里面的有很多很多的团体，我们应该把这些团体成为什么呢？服传的工具，服传的工具。那他就讲了，他说我们就不要说那个这些结构，不是教会本身当做什么？当做我们自己安全产生的地方。我们觉得在这个团体里面是安全，在团体里面有爱，我们就不要出去，因为出去那边是那个外面的生活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在里面是好。我们把公署、把本堂、把我们的教会的团体里面当做怎么样的产生之地。我们要怎么样的，我们的教宗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教会的门要怎么样打开，把我们教会的门打开。那他所谓的打开，就是说我们不是说那个把我们这个教堂那边的要打开，不只是这个外在可见的门要打开，但是呢里面的不可见的门要打开。我们的教宗就说了，我们要接纳，再一次的接纳这些的流浪的我们的教会的子女，我们所谓的这些的罪人，再一次的邀请他们来到我们教会里。他提到的是那个身体圣事跟和好圣事。他说和好圣事不是听训事，不是听训事，也人来这边来办告解，神父对不起，我是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是背叛了，你要下地狱。不，教宗跟我们讲什么？告解庭就是我们要感受到被天主拥抱，爱的拥抱的地方。天主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罪人，这个是告解庭。以后呢，他讲到那个身体圣事，身体圣事不是圣人的奖赏，不是圣人的奖品，而是罪人的良药。罪人的良药，这个是身体圣事。那罪人的良药是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因为你是罪人，是因为你是这样的软弱，
天主才给这个身体生事，让你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滋养的一个成分，一个营养的成分。不是你做好人，好给你一个商品，这个那个奖品，你可以来领身体生事。所以他就讲的，虽然这两个是他放在他的那个爱的喜乐里面的那个注解，但是这个呢，就是常常被拿来用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宗他这样的一个想法。教宗也跟我们讲，他说他最喜欢的教堂那个教会是怎么样的，肮脏的教会。他最喜欢的看到肮脏的教会，而不是干干净净的教会。好奇怪，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看的是教堂是干净的，我们的教宗就说不，我喜欢的看到的就是肮脏的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刚刚从街头上去服转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回来，因为你们刚刚去工作，你们去工作，你们变成是肮脏的，就是这样的。我喜欢，而不是干净的你们。干净的什么意思？我就窝在我的办公室，窝在我的那个干净的那个环境，不用做事，我的手是干净的。他说我要看到的，你们的鞋子都是脏的。教宗他不是也请你们去看那个神父们在那边的，看他们的鞋子怎么样的，哦，太干净了，怀疑你，他看到那个鞋子太干净了，哎，感谢天主，我的鞋子没那么干净。对，就说要看你真的是走出去为了什么，去做服侍。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告诉门徒们，你们去向万民传福音，使他们成为门徒，因父及子的圣神之名怎么样给他们受洗。你们要出去，我们在弥撒结束以后怎么样的弥撒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你们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怎么样的，我们要离开我们那个安全的地带，走出去，走出去做什么呢？去寻找，去告诉别人有关什么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走出去，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等待。我去那个台南，在台南有那个讲席，那时候是李若望副主教，他就来，他来以后呢，在那边讲了，他讲，他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缺少了这一点，我们在培育神职人员修士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走出去，所以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们在等待，我们在等待，不只是修士们、神父们在等待，我们的教友也是在等待。等待什么？等待人来，他们生活遇到痛苦的时候，好，他们需要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来自哪里？他们说可能这个教会吧，这个教会可能会给我力量。好，过去你们去问一下，哦，你们这边怎么样？怎么？哦，我们这边有慕道班，欢迎你们来。我们是被动的一群，被动的，我们要主动的走出去，走向人。好，我们要走出去。我刚到大坪岭的时候，韩光在这里可能不晓得有没有，那时候有没有听到？我那时候我们在读经分享的时候，他们就问，就说那个行动，我们读经读完了，最后做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他们问我，神父你有什么行动？我说我的行动我只有一个，我希望找一把火丢到教堂里面，把教堂烧掉。我们这个教堂哦，很久以前的那个万德华去美国去募款，找到钱盖这个教堂，你说要一把火把它烧掉，这个一个。另外一个，我要的把我们教堂的那个墙壁打掉。他们就觉得哦，这个我们终于就来了一个疯子，一个疯子来到我们的本堂，我们要小心。但是我所谓的那个一把火，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锤子，就是天主的爱把我们的教堂燃烧起来，
让我们的邻居外面的人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所做的什么事情，而不是因为有墙壁他们都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庆祝就是我们自己庆祝而已，我们在里面有欢乐就是我们自己欢乐而已。我们的邻居他们有看到我们的欢乐吗？他们有没有被我们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欢乐呢？我们是封闭的一群人，如果从这里来看的时候，我们是封闭的一群，我们不要让我们的邻居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庆祝。记得我们明天是什么？降临期的第一周。我们过了四个礼拜之后，我们有圣诞节，我们圣诞节是一个庆祝。我们是否要自己封闭式的庆祝呢？或许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邻居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庆祝。当我们庆祝我们的本堂的主保的时候，我们欢乐就是我们这群人而已欢乐，有什么意思？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邻居在那边邀请他们说，我们这边是今天是我们的欢乐的时间，你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欢乐吗？我们要走出去去邀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欢乐。我在大坪林圣善堂的时候，每年就发现在我们碧潭那边有划龙舟，每一次有划龙舟我们就去那边去看了，我们就变成什么观众观看了，在那边表演的，就这样的。以后我就觉得是这个，我们就到那边就去看了而已，为什么我们不要进去里面就是成为一个扮演者，我们就进去。好，以后呢想想呢，我们教堂的自己在那边要那个商量以后呢，汉光你有没有下去，他也上去那个到那个船上面的要划龙舟，我也是在那边。我们有一次我们最成功的一次是什么？不是得名，这个得名是那个次的，那个就是不是重要，最重要的一次我们邀请了洪宗主教在那个大会的那个台上面向群众说话。本来这个跟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可以在那边的人已经在那边的，这么多人在那边，我们就是怎么样的去利用这个的时间，这个的舞台上去跟别人去说话。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这些的，在我们的周遭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我们是否可以利用？主教上去就跟那个那边的观众说话，以后因为我在场，他们说那神父你也上来讲讲话。好，我上去的，我说我要唱一首歌。好，你唱万福。在场的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教友也要来，我以万福每一个人就玛利亚曼贝，变成本来在那边一个文化的什么活动，我们可以利用它把它转下来，把这个当作一个服装的好机会。我们在划龙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什么口号？赞美天主，还记得吗？赞美主，赞美主。所以我们在划龙舟的时候，我们的跟我们一起练那个船的时候，他们就叫我们什么？赞美团体，赞美主团体。对，一看到我们赞美主，这些佛教了什么的，一看到我们赞美主，哦，还有阿利路亚，还有这两个赞美主跟阿利路亚，变成他们也是他们口中的每天遇到我们说阿利路亚的。感谢天主，他们这些人能够说出阿利路亚，这个很不错了。对，我们还有那时候我们就安排，我们就带了很多那个路加福音在后面，还有那个路加福音的影片，那个卡片放在里面。我们发了多少的那个圣经，我们发出去的时候他们还要来，我还没有，你们还有吗？你们忘记我什么的，我们通通发。第一天我们 发完了就觉得这个不够，隔天我们再拿更多的过来发。我们在那边划龙舟的，只要我们要上那个轮到我们要划龙舟，我们的教友们已经说好了，你们就是要从头到尾那边要排到尾。我们划的时候你们要说什么？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赞美主，赞美主。
整个的碧潭那个那边的海，不是海了，那个水那个河畔，在那边河边都是阿肋路亚赞美声，赞美天主的声音。我们说我们要浮船，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玩呢，在玩什么？玩浮船。我们在玩中别人听到，这个不是很有趣的吗？那我们说浮船是这么难吗？这个是一个。我去了高雄，我到高雄，在那边我就想想哦，我们这边我们的邻居那边是一个菜市场，菜市场。每一次我们庆祝我们的那个圣诞节了，我们的唐庆复活节的，就是我们这个几条人而已，对不对？就是这就是知道嘛，我们叫他就是这么多人而已。好，我们就做了一个，我们做计划，圣诞节之前。就是圣诞节冬天嘛，很多很多人是独居的人，他们也需要我们帮助。教堂有经费吗？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企业家他们有经费，他们可以去帮助的，这个是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个经费。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找人，他们可以跟这些企业家去协调，可以透过我们把他们的这个的赞助去帮助这些需要的。那我们跟他们谈好了，那他们就说好，我们把这个人物给你们，你们怎么去找这些人？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林长，跟林长一起合作，要统计在我们教堂附近有多少独居的老人需要帮助的，做统计。做统计之后，我们就去拜访我们神父跟传教会，我们就去拜访，跟他们讲我们是这个教会，我们来这边，那个这里有资料，从林长给我们的，来拜访你们，也邀请你们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教堂，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谈好了，他们会带米啊，带油啊，带棉被啦什么的，他们准备，由他们准备，资源在我们的周遭都有，我们怎么样的好好的去跟他们这些一起合作。好，我们跟这个企业家谈好了，他们大概是几点钟到，十点钟到，我们要求这些人你们九点钟到，他们就来了。这些人来到我们的教堂，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马草已经差不多做好了，马草在教堂已经做好了，好好的在那边跟他们介绍，哎，我们快要庆祝圣诞节，现在呢，你们来的是为了因为这样的那个，我就讲了，介绍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来？我们圣诞节所庆祝的不是什么圣诞老公公的生日，但是是耶稣基督的生日。我们就是要这样的跟他们讲，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十二月的。十二月应该是我们属于我们的节，我们到处去，我们走出去，在那个什么场上，在那边就听到什么叮叮当叮叮当啦啦啦，在那边圣诞歌，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的节日属于我们，我们要走出去告诉别人这个是我们的节日，这个是我们一整月我们可以走出去跟他们讲的。所以我们说那个怎么说报价音，好好的利用这个报佳音去告诉别人，我们要走出去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是谁，告诉别人我们现在所庆祝的是什么，为什么在那个场上那边呢有这些的歌，为了什么，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专利，我们要好好的去利用。所以我在高雄的时候，我们就第一做了这个，跟他们这些来跟他们分享有关耶稣基督的诞生。第二，大概在二十二、二十三左右，那个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出去。我做的是什么？我们就有那个滑车。我每天晚上在我们教堂的附近有那个声音，那这个声音在卖什么东西？哦，呱呱呱呱呱什么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要卖的那个。我听到的是你后悔，你后悔。我说天哪，为什么每天都说我后悔啊？就是那个他们用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就卖吃的。来，你说什么？解释一下。底会贵。底会贵。每天晚上就听到什么底会贵，底会贵，但是我听到这，你后悔，你后悔，我天哪，为什么每天听到的说我后悔，我做了什么事啊？以后呢，我说每天晚上他们来烦我，我要选一天要反悔他们。那我要怎么反悔呢？我就花1000块去租那个广播车，前面有那个喇叭，后面有喇叭，对。以后呢，把我们的那个这部车，我们就那个布置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以后我们其他的教友也是一样的，把他们的车子开到教堂，布置漂亮，我们一起走。我们就走，一走出去就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的，我就拿着麦克风。各位乡亲，各位父老，我们天主教会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你们家快乐，你们家平安，我们国家平安。哇，谁不想听啊？我们走了出去，到了一个点，我们就已经试好了，那个点我们要休息，这个点我们要休息。我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休息，每一个人从他们的车子出来，把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那个小册子什么的，介绍耶稣基督诞生或是什么的，我们就出去发这个附近，发完了好再上车。各位父老，各位乡亲，要继续往前走，到了下一个站下来发。我们就是让他好好的利用这个，因为我们在12月我们做这些的，别人不会觉得反感。我们到了那个警察局以后，我们很紧张，警察会不会来抓我们？警察弟兄们，我们天主教会祝福你们平安，你们辛苦了。哦，每一个警察都跑出来，都看到，哦，平安平安平安。对，所以我们就要走出去。那这个是圣诞节的报佳音。我们刚才我讲的，我们教堂附近的什么附近的菜市场，要想我们这个菜市场我们也一定要走出去。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好，没关系，圣诞节我们有我们的做法，就是花车。复活节的时候有复活蛋，所以呢，我们就设另外一个目标，我们就在复活节的时候复活节报佳音。有听过复活节报佳音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创造的复活节报佳音。好，我们就准备我们的，本来我们常常的准备那个我们的复活节已经算好了，我们教堂的教友有多少？200个。 OK， 我们准备200。对不起，我们要3倍，我们要3倍多准备。那这个多余的怎么办？我们要走出去，去上那个复活节的报佳音。第一年我就跟他们讲，哦，你们去报佳音，他们就到那个街头，那个街口那边。以后呢，红绿灯来了，完，5分钟，他们通通跑回来了，神父我们就发完了。我就吓人的说，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不是要把这个用丢的。这个不对，他们说，那你带头。好，隔年我带头，我带着那个我们喇叭，移动式的喇叭，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一路上我们就把那个歌放着非常非常的大，一群人在我后面走的很有那个胜利的那个姿态，因为我带头啊，他们就不怕了，有什么的就是前面的人，这个他要那个。我们就走了，我们就到那个菜市场。到菜市场，我可以演吗？在这里卖菜的阿布立刻就在那边要先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吗？我们是那个教会，我们来这里边问候你，你生意好吗？他是很不好意思在那边讲的，哎，没关系，这个就是好。我告诉你们，你听过复活节吗？复活节是什么？我没听过。哎，复活节就是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复活，有吗？
有啊，这个人叫做耶稣，这个人叫做耶稣，他的节日就是今天，就是今天。那这里呢，蛋已经煮好的蛋，你放心的吃，我们里面呢没有放有的没的，你放心的吃。第一年我们做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点的很不自在。第二年我们做出去的时候，好，每一个人就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做出去。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还有人从后面跑来，你忘记了我，你忘记我，我也要。我们知道你们一年会一次出来发蛋的。我说这个重点不是发蛋的，你看里面的，我们除了那个复活蛋，我们还要印耶稣，介绍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后呢，印我们教堂的地址。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走出去。至于他们是否到最后真的是来到我们教堂，这个是天主的事，我们跟天主一起合作，我们该做我们的部分，天主做他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人也没有经历我们该做的事，这个是没办法，我们要做我们的事，天主做他的事。好，我讲到了这里，我们跟天主一起合作，我们要开慕道班，在茶木堂我们开慕道班。我到高雄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那时候是善导报的一个姐妹就跑来，她说，神父，我要跟你那个怎么访问你，你来高雄，你的那个方向，你的方向是什么，在高雄这里的那个你的任务的方向是什么。我就说只有一个，就是牧灵，这个是应该的，但是牧灵为了福传是我们目标。对，那到了那边我就跟他们讲，因为到那个教堂神父中风了，神父中风，这个教堂是六年没有神父照顾，所以呢这个教堂变成好像是半活半死一样。我到了那边把他们打来，你们醒啊，你们醒来啊，醒来啊，打那个桌子，你们要醒来，我们要做事，教堂一定要有慕道班或是慕道团，你这么叫他随便你们。但是教堂一年当中我们要帮助什么，帮助教会怀孕生子女。要记得我们的教堂每年一定要帮助教会怀孕生 新子女。有人就说了，数字不重要。我们上礼拜在那个大坪林那边有一个研习，也是关于福传。他说数字不重要，数字不重要，后面来了一大堆的数字。我说数字不重要，以后呢你后面的还来的数字，所以数字也是重要。你一年当中已经带领教堂的教友忙的，到了年底的时候，你应该回头看一下，我忙了什么。我带领的教友忙了一整年，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带领教友或是我们的教友团体忙了半火半死的做事，到最后来临时的一个人，你应该对自己要打一下，打打自己，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帮助教会怀孕生新的子女？好，我们要开慕道班慕道课程。我们要开慕道班的时候，在高雄我们的教友就说，神父，我们要开慕道班，我们要怎么那个啊，因为六年没有神父带领。我说没关系，我带领，我当老师，只要有人来，好，我们就开始，一定要开始，慢慢后来我们就可以找更多人来。第一年我自己下海，第一年我自己下去，我带领那个慕道团。但是在带领慕道团的时候，我也开始邀请他们，你准备生事，那生事太多了，七个生事，你准备生死生事，你准备身体生事，你准备和好生事，你准备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要上台之前把你的稿子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OK 你可以上去。要慢慢的陪伴我们自己
本堂的资源。好，那我们要开的时候就说，神父，这些慕道人要从哪里来呀？我说我们去找，要找，好不好意思，我们不有很多很多理由。 OK， 我们找方法，我们找方法。什么方法？我们如果我们要开我们的慕道班，我们那时候大概在我们说六月要开我们的慕道班，我们需要前面的是准备期，从三月就开始，从三月开始。那我们这个三月的准备期，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一是祈祷期，二邀请期。祈祷期，我们就说天主先去工作，我们要求天主，天主你先去打动某某人，打动他们的心，软化他们的心，能够接纳我们向他邀请的时候，你先在那边工作，你先去工作，我们跟天主一起工作。所以我们的那个准备期、祈祷期怎么做呢？每一个人一定要设他的那个他的朋友或是他的家人，礼拜天要写下来他的名字，后面要写下来你的名字，你所写的那个要写你的名字。来到教堂，放在我们准备的一个奉献箱。我们奉献箱不只是要放钱，另外一个是放我们的祈祷的意向，放进去。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把这些也奉献给天主。天主，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庄稼多，需要你来工作，派遣工人来工作。啊，我们做奉献。做了奉献以后呢，怎么样？这些名字在那个篮子里面，是在那个箱子里面，我们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吗？不，我们教堂有圣母军，我们教堂有圣母军，我们把那个打开，每一个圣母军每天要为里面的这些人祈祷。除了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一起祈祷之外，圣母军他们也每天为这个人念一个玫瑰经，没关系。求天主来帮助，求天主先去打那个敲他的心门，软化他的心。我们要写的具体的，不是说哦，我的朋友，你的朋友是谁呀？写他的名字，写他的名字，后面也写你的名字跟联络那个电话。我们过了一个月之后，好，我们就跟你讲这个小明啊，是你推荐的，你开始向他打电话。打电话 ，OK， 要讲什么？那个重点就来了，我要打电话，我要讲什么？小明啊，你生活好吗？不要说小明啊，我们这里有慕道团啊，你来。不，先要跟他讲说，我们好久好久不见了，我现在都想到你，你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关心他一下。先关心，但是我们相信天主已经在那边敲了他的心，关心他，关心了以后，好，你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个下午茶，很简单的下午茶。好，在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再问他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在那个分享的时候，啪，跑出来了，哎，我们教会哦，最近有一个活动哎。你要不要可以来陪我到我们的教堂一下，看看我们教堂啊，就开始了。如果他能够说，哎，我能给他拒绝，没关系，我们不要逼着他说你一定要来，不，没关系啊，没关系，你没有时间没关系。但是我们就相信天主已经先去那边的去打他的心了，打动他的心。我们再找时间，再约他，再谈他，谈那个他的生活，再邀请他。对，就是这样的。他如果来了我们的教堂，就开始跟我们教堂有互动，我们再介绍我们教堂有这，因为跟他谈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教堂什么的，以后呢，这个团体怎么样怎么样，你再跟他继续聊了，你可以聊我们教堂的事。以后他说，你如果你想要更认识我们的教堂的什么的，来礼拜几几点到几点那边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陪伴你，一起陪伴你来了解我们的那个教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那个高雄，我在三木堂，
很多活动了，有读经了什么的，但是我最得意的一个就是慕道团体。慕道团体，还记得我们有一次的那个身体圣水节，我们在那个在桃园，什么时候 ？Anyway， 就是在那个桃园的时候，我们一起庆祝。每一个堂区，他们要上去要报告或是要做什么的，高雄教区马上打电话到我的本堂，我们需要你们上去报告如何开慕道班，如何开慕道团。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个代表高雄教区分享这一点，但是那时候真的很好吵闹，这个这么多人，没有人一个人在前面的分享，后面的人都不会听到，这么吵闹的，我们就没办法要好好的分享。所以我说这个，我们刚才都看到了，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的那个深度的相遇，这个是前面的第一个那个造就，我们往内。但是呢，我们不只是在我们停留在哪里，我们要有第二个幅度，我们要走出去，走出去，要去跟别人分享我们的那个我们被天主耶稣基督所爱的经验。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非常非常多的方式，也蛮好玩的方式。服装是好玩的，只是我们这么去看而已，我们这么去玩而已。我那时候可能是我自己就是爱玩的，就是很想玩了，以后呢就带领我们教友就这样的一起去玩。玩什么？玩服装。对，所以我想这个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在庆祝的时候要邀请。那这个邀请呢，我们在参牧堂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意的圣诞树，创意的圣诞树。那我们在那个点灯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邀请什么？邀请我们的邻居来跟我们一起那个参加我们这个点灯仪式。那除了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邻长也不要忘记，也可以邀请他。我们这个的区域的那个明代的什么的，也可以邀请他来，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喜乐。罗马书说，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喜乐。我们在教堂里面的那个喜乐，我们要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喜乐是加倍的。哎，好，这个就是我的今天下午的分享。我们时间怎么样？还有几分钟？还有两分钟。两分。OK。那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休息。那等一下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等一下我们要怎么分享？我有没有做到我的使命？就是耶稣基督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怎么样的去服传的这个使命，就是这一题就够了。我有没有去做那个实践我这样的使命？我怎么去实践这样的使命？就我们就一起分享。感谢大家，谢谢神父。好，我们最后一个小时，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我们要讨论的要分享的主题，就是在你生命中你有没有去执行天主所托付给你的使命，就是服传的使命。如果你有去做，你是如何去完成的，如何去做，我们就讨论这两个议题。好，好，我们就在我们的像今天早上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原位。那我们就从哪里啊？从这边，我们就从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来，
我是先简短的报告一下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说我们好几位都有在这个临终关怀临终病人，还有这个就是说朋友或者是家人，在这个机会上面呢有蛮多的。当这个就是病人本身他们会感觉到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有的时候他们年纪比较大，所以说并不一定说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慕道啦，听教理啦。那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教友，刚刚有一位他是教友，为了这个病人他复习了，复习了之后有请神父去给他复油，那这些都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另外我本身也是，我跟我太太都是在美国做这个临终关怀方面的，我们也去送圣体啦，各方面的，在这些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有谈到在跟我们比较亲近的，像我们的团体活动啦，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对对方稍微有点认识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跟他沟通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并不一定是在表现出来我们是在做福传，但是我们所说的话里面有代表基督的精神在里面，好像就是说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听到了几个字或者听到一个句子，这个东西打动了他们，打动了他们之后他就来这个望教。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就是说我们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心愿意去做福传的时候，天主会把这个话或者是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口中，然后把这个状态能够他帮你安排出来，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另外就是谈到有关于使用部落格跟这些方面的这个媒介，这媒介我们说是一种散布这种我们所谓福音啦、各方面的东西，我非常的赞同，也非常的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再多做一点，因为这些方面的话可以深入到很多的角落去，我们不知道，甚至说有的时候谁看了我们也不知道，多少人在看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有效率的一种方式。我想我们在这些方面有蛮多的各种各样的一种福传方式，但是我现在报告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本组的分享呢有几个堂，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座的圣母军实在太厉害了，在各个的堂哦其实都是那个福传主力。那刚刚几个堂有一些相同在做的事，我就把它综合起来一起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那些失联或者是冷淡的教友。那我相信各堂可能都有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这一组有人采取的方式给大家做参考哈。比如说，找出那个名单之后就开始打电话，当然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可是打电话不一定他的回应会是很热情的嘛。啊，那所以呢可能就会比如说打一轮回来，再就是已经让他觉得不会那么烦了，再去跟他那个第一个联络的人再联络，啊，这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就是在找这些失联教友的这个过程中，会发现有些人年龄大了生病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他要做临终的关怀，或是我们后来为他就是协助做这个殡葬的弥撒，其实是一个吸引他的亲友变成慕道者一个很重要的时机。所以千万也不要这个不联络这些冷淡跟失联的教友，因为很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变化。那有关于去这个联络教友的方法，又有一种叫做家庭式的小组的方法，就是也许10到12个家庭变成一个小组。那因为我们教堂一年其实都要庆祝很多节嘛，那如果要为了一个节庆，比如要弄复活蛋啊或者什么之类，是我们有些手工得做嘛，哈。那手工得做的时候，就要把大家聚在一起帮忙做这件事。那如果这些家庭在一年至少有几次，大家就一边坐着就聊到家庭近况，
其实就会有机会知道每一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比如说小孩子长大啦，现在什么阶段啦，可能可以引入什么下一个阶段，不管是慕道班或青年组，不管，至少因为家庭小组，你会知道这几个家庭的状况。那如果有几个小组，这几个小组就在传协会开会的时候也列席报告，那这样传协会就知道说啊，现在这个某一个家庭他可能有什么需要，那也许圣母经就去介入说，好，那后续这个家庭的需要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个以家庭为小组的方式供大家做参考。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永春堂是非常非常就是让我们感动的，他们堂小小的，可是呢他们最近出现了很多的慕道者，也因为慕道者出现，没有人讲慕道班不行啊，所以要把自己人赶快训练起来可以讲慕道班，所以就赶快弄一个这个培育慕道老师的班这样子。那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观察发现，为什么他们会小小的可是却冒出来这么多慕道者，他们觉得跟他们每一天平日弥撒结束之后明公圣体有关，好，是持续的，每一天都是一到五嘛，礼拜六就没有了，礼拜六晚上因为有弥撒，对，礼拜天两台弥撒。所以以这几位姐妹她们深深的感觉明公圣体很有力量，让这些不认识的人就突然跑过来，那在那个圣本笃的那个圣笃曾经也到圣道明圣报的明的圣笃来到他们堂，在那个之后这些慕道者就出现，然后也出现一些所谓的消费式的教友想要停留在他们堂，因为其他堂他都觉得不是他要的。那他们的圣母军就很厉害，如果连慕道班你都觉得不适应，那我们就个人陪伴。所以其实就是他们的人力就是这么几个人，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扮演很多的功能。 OK， 而且他们还拜访松德医院的病友，那因为这些都是那个知觉失调的病友，所以他们必须用比较活动比较有趣的方式去陪伴他们。所以比如说唱圣歌啊，带动唱啊，然后讲一些耶稣的故事啊，然后就越来越让这些病友很期待他们会来。那现在已经有40个病友会很期待他们去拜访他们的医院。 OK， 那他们团还有一些外国人是那个新慕道团的，那个新慕道团他们就比较特别的，他们是去公园，他们就在公园唱歌然后宣讲圣言，那细节可能大家自己去观摩一下。OK， 那有几个堂呢其实都有参与那个曾庆岛神父带的那个小德兰福川之友，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多多少少参与或是知道。那他们现在也是就是把教友的心火培育起来以后，希望他们要做福传。那这个福传要怎么走出去，他们是先挑了在那个礁溪圣母朝圣地有游客很多嘛，那就直接把游客带到教堂就开始讲，哎，介绍，其实这个就很快嘛，就是马上这个教堂为什么会有这个教堂，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现在会有这个教堂，就很直接的一个福传。那是刚刚开始是这个样子，然后看看这个未来有什么变化。那我们在福传的时候呢，其实也有陌生人要去关怀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身边的比如邻居啊朋友，就是这些人。那我们的这个姐妹们就会想说，我的邻居到底需要什么，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他不能出门，那他需要什么，我帮他准备了放在门口，就是这个其实是用行动去行爱德，跟你说啊来慕道班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可是你能做到他真正的需求，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跟别人不太一样，你是一个很特别的邻居。
那最后一个最特别的，我也不是特别，就是说大家都做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一对夫妻是去年才领洗，可是今年啊，还不到一年，哇，太感动。他们在做的就是家庭福传，所谓的家庭福传就是自己家人一起读圣经，比如他跟先生一起读，他有在那个圣家堂的门徒读经，所以他们可以彼此沟通，然后在沟通的时候再问问小孩子你有什么回应。所以其实家人一起透过圣言就变成一个共融的一个核心，是非常有趣的。可是这样子还不是厉害的，厉害的是他们会影响他们的同事，比如说同事有些问题，他就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碰到的事情啊，我们圣言怎么讲怎么解决，同事就觉得说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就有兴趣领洗。所以先生太太影响了同事，那分享给先生以后，先生现在在影响他的同事，好，这都是陌生人。然后呢，他们就觉得我灵战胜主这个 APP 太好用了，因为如果同事已经开始有兴趣了，他就说你要不要 download 这个 APP， 每天我们不是弥就是本日弥撒之外还有一个叫反省，对不对？就说你就每一天看看这个。那其实这样子其实就有一个起点可以变成一个话题，那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然后可以尝试去做的。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毕事主的分享。好，刚才理事长说每一组都要分享到，好，那我们现在请第一组分享。我们这边有六个兄弟姐妹发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他在至善老人中心服务，然后他说他们增募了七个志工，还分了三个组，有礼仪读经跟慕道组，然后他们都会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他们长者都觉得自己很有用，然后也服务得很开心，然后他们还喜欢奉献，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是林姐妹，她是做音乐服传，她在教会里面，她现在服务了三个圣堂的那个诗情的礼仪，然后她觉得她还需要继续再进修，所以她还去读了神学院，然后神学院毕业后，她说有一个声音告诉她你要去服传，你要去服传，可是她还不知道那个点在哪里，所以她就观察，做了一个观察行动，去观察各个堂的圣咏团成长得如何。所以他现在觉得说我还是继续做一个像是加纳婚宴里面圣母妈妈说的话，只要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好，所以他现在做一个灌水的人，但是水会不会变成酒就交给天主爸爸了。再来呢，我们一个很可爱的姐妹黄姐妹，如果有在那个 LINE 里面看到的话，她今天真的很高兴她来了，上次他等公车等了两个小时来不了，我们的黄姐妹，我希望这边的大家如果有看 LINE 的话给他拍拍手，因为他今天真的来了。对，然后他呢是在圣家堂成人教有灵洗的，不过他现在是在古亭圣心堂，然后他也有带他们一个小小的一个中青会，然后有去就是像神父说的要去报佳音，结果他们在报佳音的时候竟然有威风广场的一位主管出来邀请他们去报佳音，很好，对不对？报佳音然后就可以传福音，对。然后他现在还在继续努力要让他自己更加成长，他觉得他是成人教友，所以他觉得有很多他自己觉得他不足的地方，像这个精神我们就可以跟他好好的学习。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许弟兄，他说了他在监狱牧灵，然后刚开始去监狱牧灵的时候，那些年轻人，他是说少年的监狱牧灵，那么的许弟兄刚去的时候他觉得有点挫折，因为那些年轻人根本就不想听他讲基督，但是呢他发现有另外一个也是去监狱牧灵的那个神职也是教友，然后他好神奇哦，为什么那个教友他去做监狱牧灵之后他就可以带领人来想要慕道，然后想要灵洗，然后呢结果我们的许弟兄发现那个 pebble 就是他要参加圣母军，然后他要念玫瑰经，要做祈祷，所以大家记住祈祷，然后不要忘记圣母，我们都要当圣母的好孩子，然后要跟天主沟通的话不要忘记圣母是我们的桥梁，所以玫瑰经很重要，因为那是圣母妈妈的话。再来我看还有谁，我们的理事长赖姐妹，
也要给他拍拍手，因为他让他先生成功灵洗了，成为了教友，而且他不归功他自己，他把这个工作交给天主。他说这是天主在做的工，所以他先生灵洗了。可是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跟我们每一对夫妻一样，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然后就像我先生也会说，你是天主教友，你怎么可以这么霸道？我先生会这样子讲我。有时候我在家里面可能比较霸道。然后呢，他分享的是说，啊，你不是有读经吗？啊，你今天怎么跟我讲话这样子？反正就是有一些小摩擦，可是他就会潜心下来，要进修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说，对呀，我怎么刚刚会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的往内修行自己，往外，就像神父说的，要化被动为主动，我们要出击，然后我们今年要好好的筹备圣诞节的报佳音活动。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兄姐大家好，刚才经过大家的分享之后，我们觉得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共通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就是我们的教友的类型大概有两种一个是出生就灵洗的就是一早就到这个葡萄园的这些人，还有一种就是到傍晚到黄昏的时候才进来这葡萄园的，可能就是在自己成长成年之后自己才选择信仰进来的。那这样子的人可能比较充满了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经验，他知道他从怎么样从一个外教人或者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转变过来，那他可以用他的经验去影响这些他想要去传福音的对象。可是我们会发现相对的，我们一早出生这个凌晨就在这葡萄园的人是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不知道，因为没有自己亲身的经验，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工具，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影响自己身边这些外教人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是属于这种缺乏这样本身经验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自己对于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教义，要再多花一点时间，更深入的与耶稣基督相遇，让自己更能够找到动力，怎么样去影响别人。举例来说，以前有教会有办过这个宗教的这个对谈，那我们也跟佛教、道教或一贯道他们彼此之间坐下来，大家能够把不同的宗教找到异宗求同那为宗教的合一铺下一条路然后丢下这个种子。那当时佛教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师叫圣严法师，他也已经圆寂了。那当时的他他们叫佛教里面的人都知道他有类似我们教会讲的神恩，就是我们讲的有神识，他们讲天眼通。那当时就有我们教会的这个兄姐我跟他对话，问说，那这个圣严法师，你有天眼通，你可以看得到天上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讲的地狱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圣严法师的回应是说，对，他看得到天上，他也看得到地狱里面的一个景象。那他就说，那我们信仰的主耶稣他是在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崇高的一个境界里面，我们一般人是看不到他的，你可以试着看一下吗？那圣严法师说，他有试着用他的能力去看，可是他说天界非常的高跟深，你们所讲的这个主耶稣，我只知道在三十三层天这个最高天以外，还有一个主宰者很高很远，我看不太清楚。好，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慢慢知道我们旁边的这些宗教，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对话，发生过哪些事情可以影响他，让他去追求真理，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宗教的传扬福音的这一步来跨出去。好，以上报告，谢谢。我们其中有六位圣母军的姐妹哈，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分享说，有的姐妹是在出生之后没多久就灵洗了，有的也是有的到比较年长的时候才灵洗。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圣母军姐妹他们在我们那个圣母妈妈带领之下读经，还有练玫瑰经祈祷，以及做我们的医院探访工作，还有家庭祈祷，参加灵修团体让我们的灵性生活成长。那因为我们现在用 LINE 3C 产品很方便，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在团体当中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分享我们的
信仰生活，还有分享我们的圣言。另外有位姐妹分享的是在她家庭当中啊，对于比较年长的长辈，他们会分享他们的所听到的在团体当中的有一些故事，还有生活与孩子的互动啊，会事先跟他约好来参加弥撒。还有就是为其他还没有灵洗的家人，在要跟他们讲之前，先为他们做祈祷，然后会讲述一些我们介绍我们天主的爱，啊，讲述我们天主的智慧照料一切，有主就有平安。那用我们的口去做福传，让家庭幸福美满有平安。后来他们的家人还有小孩哈，也就有灵洗。再来就是圣母君在做的工作，也有就是街头福传报佳音啊，还有有个姐妹哈，罗老师，她是南港耶稣圣心堂的，她每天做早课晚课，还有因为她的家在公园附近啊，她就有一个方式，就发传单，然后邀请附近的邻居啊、成长啊，加入一个成长的团体，来作为一个媒介，然后之后再来带那个慕道班。还有一位高弟兄啊，他的分享是他的岳父岳母哈，在十年前哈就为他祈祷，好祈祷之后才灵洗哦。那还有位那个姐妹，她分享是她的父亲生病的时候，她在教会也忙工作，然后一方面还要照顾父亲，然后父亲心里也非常感动，又看到说我们西丁路的麦神父哈，他为我们这个社区的年长的教友送圣体，那这位姐妹的父亲看了之后，他深受感动，而且能够体会到说天主的祝福、天主的爱，最后愿意接受灵洗成为天主的子女。那另外一位姐妹她分享的是，她如果遇到有搭计程车的机会的时候，她会跟司机谈论有关我们教会的事情，那也会为他们祈祷啊、行车安全。那日后比较熟悉的时候哈、啊，会告诉司机啊，像以后有机会啊，向他人介绍说这里有天主教的朝圣地，这也是一个福传。那祈祷是在我们有信心，那相信天主，那有恒心啊，还有为如果说我们在带慕道班的这个望教友的陪伴很重要，即使他灵洗之后啊，他的引领啊，作为代父代母在这个慕道班后续的关怀还是很重要。好，谢谢，以上是我这组的分享，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各组，那我们请神父做总结。好，那大家，我们听了每一组的分享，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很感动，是我们就相信天主圣神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带领着我们。有一些本堂，他们可能还在寻找这个福传的方法应该是怎么做，可能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方法就停顿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分享，也可以听听在哪一个堂在那边他们是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彼此学习。那我希望是我们今天透过这个门徒的那个福传的门徒精神，我们从早上到现在，我希望我不是祈求天主燃烧我们福传的热火，我们以门徒的精神真的是要去完成天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什么使命。我们有两个幅度，先往内，我们要好好的跟耶稣基督一起相遇，以后第二个幅度，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感受了那个享受了耶稣基督天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走出去跟别人分享，我们祈求天主燃烧我们福传的热火。
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神父，我们再热烈掌声，谢谢许达士神父。